兄弟们，开了，可以开吃了。大家早上好，我大胖啊。计划赶不上变化呀，本来是交了两天的房租的啊，昨天一起幸福了两天的。昨天下午直播的时候，雨婷妹妹说要过来，连夜坐了晚上的飞机到这边的，直接过去跟她会合了啊。现在过去找他们了，去收好了。现在8:30，我叫了顺风车啊，我去吃个早餐先，水没喝完呢，退给老板娘看能不能退啊。这里啊，菜市场啊，长安木林中心，油条，茶叶蛋，这里好热闹啊，长安农贸市场，这里有面条吃啊，看一下，好菜，面条啊，这个吧，这叫饺子吧，好像，这是云吞啊，早上都喝起来了，兄弟们，呵呵阿叔他们在喝酒。这个小笼包2块一个啊，拿了两个，带着这个把随身带着，快吃完了啊，好，5块一碗。老板娘在包我家，嗯，这是，嗯，早餐吃了个寂寞，现在去旅馆啊，等车啊，今天去梅里古镇那边住啊，边等车啊，兄弟们。司机跟我打电话呢，还是个女司机，马上到了。我28号就提前准备了，买了票了，买了1号到山东枣庄滕州的绿皮火车票啊，硬座的，5个多小时到滕州啊，从无锡出发。今天过去看看什么情况吧，反正今天30号，明天还待一天。坐了一个美女司机的车，今天有荣幸啊。现在去梅里古镇那边。以后出发，全程19公里。我也不认识，我也第一次过来。你也第一次过来？到目的地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梅里古镇这个塔这里啊，找个地方先住着啊。这里啊，这地方很多吃的，吃的。这里，在这里啊，被人认出来了，兄弟们。这些老哥叫住我了，我背着包找房租啊，被我一个粉丝叫住了。房间75块呀，兄弟们，哎呀，就一个床啊，这个小房间75块，兄弟们，先住着吧。这一个小卫生间，很多这种小旅馆啊。小旅馆呢，这种市场，2个西红柿，3个鸡蛋，兄弟们，煮汤喝一下啊。那疑心基本上都没有清醒过啊，每天喝了吐，吐了喝呀，兄弟们。今天中午就只想喝点汤，什么都不想吃啊，喝点汤没胃口。晚一点去见雨婷啊。